干嘛呀？回家过年怎么还不开心啊？马上就到了，那就不能住在一块了。不住就不住。哎，不住就不住，我就知道你这样的人。别笑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晚上给你拿睡衣了，再也没有人晚上给你热牛奶了，再也没有人晚上给你煮螺蛳和煮香烟了。哎呀，你别说了。没有我你怎么办啊，栗子？没有我你怎么办？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拜拜，注意安全，回去。亲，快点，快点，上面都看得见，看得见怎么了？不好，我当我爸看见了，未来岳父看见就看见。你是不是只有在我家楼下送我回家的时候有这种心动的感觉？对啊，亲，快，我回去。你自己拿着这个行李箱这么重，你送上去。不是明天早上再来吗？送上去，现在直接去了。姐姐，姐姐，杜鹏，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哎。哎，起来，你别躺着。干嘛？我不能在这张床上睡，我还不一手躺会儿。不行，你快起来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你。我爸来了。你干嘛呀？你们吓我是吧？啊，先让你嚣张一会儿，过段时间我也就不要骂了。走了。